哦，还有个小笼包，我先吃掉了哦。我们需要一下永和豆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它会什么？他会什么？它会 freestyle。哦，freestyle。你们会什么？刷点。刷点。刷点。好，OK，我玩一下 NPC，我打个 B，我们大家来 freestyle，叫永和豆浆。好。啊，no，我去打 B 哦。小笼大饼加上一点韭菜，通通都新鲜，附上一点葱蒜，饭团加上一点菜，菠萝风妈妈妈妈妈，我们不无聊，伙计不油条，那些不新鲜的食材可以丢掉，有机的食物才能够下肚，来自永和我待在淡水也能够吃到。帅，那我用蛋饼跟大家干杯，耶！